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溪。刚刚洗了个头发，我们家八宝的那个手表带啊，它是坏掉了。然后这里上次给二宝买的这个手表，他送了一个表带，妈妈今天给你换上啊，爸爸。给你我的全部。OK， 好，那就可以了啊。下次不要搞坏了哦。你先把电脑关了，然后把该做的作业先完成好。就是这样子写的，知道吗？你以前的握笔姿势是错误的，咱们就把它纠正过来啊。哎呀，尖写错了，来，妈妈教你。尖，你写错了。来，我们一起来啊。就是你看到没有，他先从第一边来，你看他这里有笔训的，先来第一笔，然后再来第二笔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然后第一笔他是竖开头的，妈妈就是这样子。是不是？然后他先是竖心旁，他是从一竖，然后再两点，然后再这样。是不是？嗯，我还发现下半部是大尖的尖呢，尖角。嗯，对。好了，你自己写一个给我看看。那个头，嗯，对，嗯，一横。下面是一个大，对啦，就是这样子。尖刀，嗯，是这个尖，嗯。嗯，头。你要离书本要远一点，不然你这样很容易近视的，知道吗？怎么样，握笔姿势换过来了，这样子好不好写呀？好。嗯，也没有歪歪的啦，对吧？因为你刚开始你把大拇指握到里面，是不是很难受，对不对？你要把它放出来，知道吗？嗯。